逼哥可爱，个个都可爱，个个都可爱。大家好，我是101号，我叫 Celine， 中文名叫西西，今年6岁。今天我要唱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小树》。谢谢我们的 Celine， 唱得非常的好，哇，这是你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吗？是的哈。你听说你喜欢吃苦瓜，你下一次的创作歌曲会不会是跟苦瓜有关系呢？不会啊，你应该说苦瓜苦瓜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那要不要听评委老师对你的点评？好，采访他们非常的简单，他们惜字如金。好，可以。嗯，不行。行，我们的评委老师点评一下吧。那个林老师还是 Martin？ 你好，我觉得今天他这首歌对他来说好像很 easy。 嗯，你以后写一首歌难度高一点点。苦瓜。对，我觉得你还可以唱得更好，还有很多potential可以更加张力，什么都有。他其实你看能跳有样子，能写歌什么都有，就是再抬高一点点自己，我就觉得今天你就脱颖而出了，真的。对，就是你的实力在这里，可是这个歌曲呢把你拖到这里了，只能怪妈妈。没有，其实我觉得能参与就是最好的。来，Leo 哥哥。Hi Celine。I'm so proud of you that you wrote and performed your own song with choreography and everything. You're so awesome. And yeah, I'm just so proud of you. And I hope you keep writing and keep performing because you're natural. Natural. OK, 行。好，那我们评委点评就到此结束。请要不要看看评委老师给你的分数？好，赵芳老师94.5，邵老师94分，李老师94分 ，Leo 94分 ，Martin 96分。谢谢我们的评委老师，谢谢我们可爱的小选手，谢谢 Celine。OK， 好。